测试自动程序倒数，三、二、一，慢慢往下，可以吗？慢慢往下。九。然后把投掷十八。八。有。七。好，可以慢一点。六。五。电脑六温度。三。二。一。点火。咱就是想要用咱台湾火箭送咱台湾的卫星，会当去太空中。前瞻火箭研究中心，英文是 ARC， 但是拢讲 ARC。啊，这研究东西就是，目的就是要互，希望互台湾会当有一个，火箭会当送咱台湾家己的卫星去，太空中。啊，这个项是就是咱做火箭研究的本部，像我嘛是伫遮超过十冬啊咧研究火箭。火箭中心咧研究的火箭是混合式的火箭，而且混合式火箭，咱就是固态就安全，因为就亲像咱用的蜡烛，伊袂爆炸，所以非常适合咱学生伫咧做实验、做研究。哈，啊，搁有即个是 HTP 4的火箭，未来阮想要用即个火箭去研究，会当互火箭会当回收回来。这个是我的新的火箭，叫 HTP 4，就是我的第四代的火箭。这个测试是叫悬浮测试。那悬浮测试就是讲，伊会浮起来起飞了后，会当稳定的火箭。嘿，啊，这个亮点有一个，就是我们第一届用双轴 TVC， 就是用两轴的控制马达去控制我们的引擎。啊，我们这届试验就是要试看卖，伊会当甲完全同款去做悬浮。啊，这引擎就是会当控制伊两个方向，像安尼会当控制，啊，搁有安尼会当控制，啊，就会当灯色。会当灯色控制，就亲像无人机同款。未来若是阮的火箭，若是要回收，即就是最重要的技术。但是学生想要做即个火箭研究，上重要的就是团队合作。咱的火箭是最复杂，就是爱有足侪无同款的人、无同款的系统，共同的合作去把即个火箭会当做出来。情况发生的时候，就大家先不要慌，就听指挥人员，我或者是硕杰指挥，大家就先往后撤。救火人员会是香泽跟耿健，就要穿防护衣去洒水这样。入口管制收到。上个压力目标压力为75巴，75.3.4.5 VF 三 open。9.07确认 IMU 正常收发。IMU。Acceleration 正常，执行自动程序开始倒数，三、二、一，自动，17、16、15、14、13、12、11、10、9、7、6。咱是想讲，若是要杀这个太空产业，火箭就是足大的一个成果的一个展现，嘿，这是咱想要做的代志。